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欢迎来到 Vancouver 啊，现在都是每天隔三差五就这种大雨倾盆啊。明天呢，我们这个学校有个考试，那今天早上堵了一个早上了，头堵炸了，好久没有出来走了，因为这一周都在上学啊、送餐，比较忙，没时间。那今天是公众假期了，我们正好下午出来走一下，一会儿去列治文吃点好吃的。那今天这个 park 呢，在 UBC 的附近啊，平时有很多兔子的，今天下雨应该没有，我们先过去看一下什么样子的吧。也正是因为下雨天啊，所以人才不多，公园还是很大的，应该很多人过来散步。哇，远处还能看到船啊，前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沙滩啊，它这里的沙滩的沙是这种细软的，所以很多人平时挺喜欢来这里玩沙的，带着小孩。之前在维多利亚很少看到这种细软的沙滩。对面可以看到渔船，不，货船。啊，远处的树啊，还挺好看的。雨实在太大了，我们准备直接去列治文，先吃一个豆腐花，然后晚餐也在列治文吃吧。今天就来做一个探店的视频。我们去列治文的这个豆腐花是一个老店，之前在温哥华待过的时候就很多人推荐，我吃过一次，很好吃。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豆腐花店。加拿大人很热衷跑步啊，今天雨下这么大，我还发现好多人，至少现在有四五个了来这里跑步。现在我们到列治文了，这个店叫做好好豆腐专卖店，就在后面，就这家叫好好豆品专卖店。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，哇，品种好多，卤水豆腐三宝。看一下人多不多，今天还好没人。Hello。这是红豆，这个我是就是有加了珍珠跟椰奶呢。对，然后就是豆腐，试一下。对，然后还有芋头，试一下。豆腐挺黄的，应该要点冰的好吃，我们点的是热的。反正我会吃热的。不是很甜，喜欢健康的女生应该会喜欢。芋头非常软糯，芋头它的红豆就是煮的非常非常的软糯，很烂的红，烂的意思就是很软糯哈，是很好的意思。 OK， 那豆腐花呢？豆腐花还没吃呢。入口即化。它的豆花呢，口感是非常滑的，入口即化没错，但是它的豆子就是可能没有用很好的豆子，毕竟它的价钱摆在这。这样用了多少钱？这一碗多少钱？好像6.5吧。那我这一碗会便宜吧？好像哦，你那个再便宜一点。天气又放晴了，那现在我们去找个公园走一走。现在查了下，发现在这个列治文机场旁边啊，有一个类似于这个小岛的一个公园叫 Yona Beach Regional Park， 不知道翻译没错，
现在过去看一下，就是这个小岛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Iona Beach 了，这个 Beach 在列治文飞机场区域的后面一块，比较空旷，今天人也不多。它比较出名的就是前面这一个用碎石堆起来一个长长的走道，非常长，可以走到底。我们今天就是那边就是海了，大海了，它就是一直延伸到海，海中央。一会儿我们试一下过去走一走。哎呀，一个小时前还下着雨，现在天气这么好，非常神奇啊。现在往上面走一走，对面就是机场了。这个地方七点关门，晚上七点关门。他就说这么长的一条，你要做好准备，你能有足够的时间回来，不然关门了就很尴尬了。这个目测有两三千米吧，应该还好吧。应该一个小时走得到吧。先走一下，远处正好有飞机飞过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长的一点景都没有，就是海边啊，这么多人一直走了。我怀疑这里是观测飞机的观测点啊，因为它离海岸线外面很出来，然后这边就是机场，好多飞机频繁的下来上来下来上来，所以平时放空自己的时候，你可以看着飞机上去下来上去下来。一会儿走到尽头的时候给大家拍一下飞机的降落跟起飞。这个是什么 high voltage， 应该是电箱吧。前面走到底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小房子，不知道是什么，等下过去看一下。我们是从那边走过来的，挺远的。这个应该是给人休息的，做了一个挡风的，走累了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。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飞机。哇，阳光好大啊。看一下，哎，这个好像是个 tank， 不知道里面装的是啥。哦，这也是高压，应该也是个电站。啊，前面就是个瞭望台了。啊，有人在上面涂鸦。啊，最后走下瞭望台就回去了。啊，那边机场。六点多了，我们从下午一直走到夕阳了，都已经落下来了，太阳挺美的，这样就是风太大了。哇，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走出来，现在后面已经是日落了，很多人在这里看日落，但是云太多了。那现在我们既然到了 Richmond， 就去吃点好吃的。今晚就去一家门智园，国内应该是连锁挺大的，坐云南过桥米线的，过去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。
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了，是这个过桥米线门志园的这个三号路，主要是三号路，非常多好吃的，给大家看一张，都是吃的。今天就吃这家门志园过桥米线，店装修的还不错，进去看一下。我们点了油条，还有拌菜。这油条看起来挺嫩的，有个酱。我点的是猪骨云南米线，我老婆点的是猪肚。它里面料挺多的，各种各样的料。面不是很多，有这个滑牛肉、牛肚。牛肚是自己另外加的，啊，午餐肉，啊，吃完了。那个面呢有点软，但是它料好多，汤很鲜。汤我吃的是猪骨汤，非常的鲜香，浓醇。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，但好奇怪啊，它在列治文这么繁华的三号路上，居然刚才就只有我们一桌刚开始的，后面两桌人来吃，没什么生意啊，吃饭点好奇怪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哦，拜。